谢谢，谢谢各位给我一个人的掌声。这叫什么话呢？两个人表演，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。哎，没人拍。哎，谁说的呀？这话接得太快。谢谢大伙儿，来看演出，是也没有多高的水平，就是有膀子力气，卖力气就行。楼上楼下，来了好几万人啊，哪有这么多人呢？好几个姓万的人，您是不是全认识似的？关键是看您来的。哪儿的话？看您，瞧你是吗？北京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，嗨，中国相声界的中流砥柱。太客气，于谦老师。反正于谦呢，在这别介绍了。于谦，于，对，于字大伙儿都会写，是左边一个马，右边一个户，这不还是驴吗？这个驴呀，鱼呀，鱼呀，于谦啊，于老师好。过奖，你看啊，不是我夸他，在这行里来说，撑得起是这份儿。哎呦，您捧我了啊，捧了。台上台下，从哪个角度说都非常的好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。你看啊，我们合作将近六年了吧？是。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，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。很用功，是是，我跟您说点事儿啊，嗯，以后要不说我这胳膊就别往我这儿比划一下，行吗？我没说完呢，啊，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，嗯，浑身是铁，打几根钉子，这话对，没有人家的帮助，你到得了今天吗？您听听，所以我今天正式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，哎，嗨，这里到底有我没有？有你啊？说我呀？没有你。我早就红了，哎啊，好嘛，我这搅和来了，一直开玩笑啊，闹着玩，你说相声说谁呀？是是不是啊？大伙儿来，今天来的各位，嗯，都是会活着的人。怎么呢？这就对了。嗯，人呐，说句良心话，咱实话实讲，能活100岁的没几位。那是啊，得对得起自己，高高兴兴找乐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对，别没事拧着眉瞪着眼的，跟谁过不去都是跟自己过不去，都是自己别扭。你看我们，拿我来说吧，您说，我觉着我这人就算是比较想得开的。哦，您会活着，平时没事找点高兴的事儿。哦啊，是是，看看书什么的，跟朋友聊会儿天，好，琴棋书画，嗯，陶冶情操。那您这爱好很高雅呀。啊，弹琴，我不知你们哪位在座的喜欢啊。哦，是，我很喜欢。是吗？尤其是古筝。或那是传统乐器。就喜欢这个。好啊，古筝。古筝好。我那个经纪人王海，是他那女朋友就会弹古筝，我就喜欢的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您是喜欢古筝啊，是喜欢人的女朋友啊？讨厌，不是说一块儿了？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，我们当然是喜欢啊，弹古筝那个，弹那琴，弹琴的那个那人，不是那人，就是那琴。你这真喜欢那琴？太喜欢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1.7米左右吧，米七，长得白净，你知道吗？款式，您说那个琴还是那人呢？琴嘛，琴还长得挺白净，弹琴的那人嘛，你还是喜欢那人呢？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王海的女朋友，朋友妻不可欺，我又没拿着当朋友啊！您这叫什么话呀？不是，您拿不拿人当朋友，这都圈里人，您这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不懂啊？我是个懒兔子，嗨，没工夫出去弄。对，那兔子边上不是，我就喜欢人家弹的琴嘛。你真是喜欢琴，啊，你老往那罪恶的深渊里带我。您惦奔那儿去来了？伤天害理的心态，你这是谁呀？就是弹的很好嘛，古筝啊。哦，噔，哦，
噔噔噔噔地噔噔噔噔噔噔噔地噔噔噔噔噔地噔噔噔噔噔噔地噔，秋色惨凋，金乌萧条，古筝吗？这不是什么古筝啊，这是古筝。古筝是这味儿吗？多好，很古筝的长得，你知道吗？还是那女的那个讨厌，你讨厌了。废话，就弹琴，琴棋书画嘛。这是琴，下棋我们也很喜欢。哦，这棋也很我很喜欢下棋。哦，这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哪位喜欢。对对对，反正我要下棋的时候很讲究。哦，啊，屋子里要安静，是要安静，点上一个香炉。哦，还焚香，弄一炷香。袅袅青烟嘛，嗯，这儿得放点音乐，雅致，最好是古筝的，啊，最好古筝的，嗯，您还真喜欢人家女朋友，瞧这意思，嗯，废话，怎么老离不开这个？买张盘搁那儿，嗯，我跟我的对手跟在这儿，哦，着棋，好，嗯嗯，来，很有品位，承让，军长，哎，军长，工兵，嗨。把那地雷撩去，行，下军棋呀，啊，这对玩嘛，多好，不是中国象棋吗？我们不会那个，就是这个好嘛，什么品位啊，哎，琴棋书画嘛，啊，还书画呢，没事看看书，好，来本金瓶梅，换点别的，你看人家他不一样是吗？我这各种版本的金瓶梅我都有，嗨，他那个画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净看画啊，不一样，嗯，更不怎么样了。陶冶情操，嗯，没事，我还喜欢画画。哦，这也好，画画，嗯，也画一《金瓶梅》的插图。对，嗨，哎呀，您就光画这个是吗？我给你画一弹古筝的吧。对，这您脑子里印象比较深刻。哎，讨厌，琴棋书画嘛，陶冶情操嘛。哦，我喜欢画画。好，我没事还买那些个人家那个。古代的大画家，人家画的那个那印刷品干嘛，咱们照着画照着，那叫临摹呀，啊，对，嗯，啊，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个大才子，是唐寅，唐伯虎，有我最喜欢他那个嗯吟诗吟画，嗯，啊，什么词儿啊，这是陶冶情操，哎，这不叫吟诗吟画，嗯，唐寅的诗嘛，哎，对，你就这么说对了，啊，还有一位我喜欢的，啊，北宋，嗯，著名的画家叫张择端，对，他画的那叫清明上坟图，呵啊，上坟图就喜欢这个，别介，没有人画小寡妇，这里头讨厌，上河图照着学吗，嗯，学完之后了啊，嗯，做旧还做旧，弄得黄焦焦的挂在屋子里面，增加文化品位，还黄脚脚，有时一弄好几张，太多了，送朋友，给人拿家挂去，跟真的一样，他们很高兴啊，啊，当然有时候挂完了也回来找我，找什么，为什么你这画挂在屋里边，一下雨屋里边骚气的，嗯，您撒尿做旧来了，谁都有上火的时候，哎呀，对，那倒是，嗯，不上火也做不出那黄焦焦来，琴棋书画嘛，是不是，没事聊聊天，跟谁聊天，电脑上聊天，上网，我跟别的说相声不一样啊，哦，好多说相声不接受新鲜事物，不会这个，一有电脑我就买了一个，哦，我就喜欢这个聊天，嗯，最早在那个 QQ 上聊天，哦，现在我们不了，在哪儿，我们在 SM 上聊天，嚯，哦，你先等会儿，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再见，该谁也拦不住我啊，是是，没人拦着您，记住了啊，嗯，这叫 MSN 知道吗，有一个 SM 有一个您不适合，嗯，听人劝吃饱饭，对了，您听我的吧，对对对，嗯，我还喜欢那个就是在电脑上下那个大片看，哦，看电影，对，我就喜欢国外的大片，是啊，你看人家弄那个外国话跟真的外国话似的，听到多新鲜呢，我要听得懂我是那个啊，压根您不会，我一大导演叫什么来着，啊，斯皮尔胳膊，哎，胳膊什么，斯皮尔伯格，外国人名字得调过来，这都调过来了已经，啊，还调一次干嘛，调过来回 啊， 啊，那还一胳膊呢，调俩胳膊是怎么的，哭事儿，什么呀，就叫斯皮尔伯格啊，人家拍那个戏看过没有，哪戏呀，啊？哎，好几年了，年年都有大戏。您说说名字？一头猪的故事。
人家拍的这么大导演拍一头猪啊，后来拍续集啊，另一头猪的故事，拍俩猪。今年春节出了一个贺岁的终结篇，叫两锅红烧肉的故事，那把猪宰了，那是你得看呢，你得看。我看什么杀猪的，我没看过呀、啊、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有好处，增加品味是吗？啊，陶冶性情。嚯、哦，我很喜欢这个啊，我觉着我这个人我就算对得起自己吧。是啊，嗯，闲着没事我爱出去玩去，那大好河山旅游。对，出去玩去，山河壮丽，我哪儿都去。去哪儿了？国内几乎都走遍了吧。嚯、哦、嗯，你看东三省、哦、黑龙江辽宁什么这都去了。东三省、哦、我喜欢东三省。怎么呢？自古常言说得好，东三省出美女、啊、是东三省出美女。对，怎么会呢？反正我在全国，我不管在哪儿碰见美女，基本都是东三省的、哎、是啊。行，以后您去点好地方呢。嗯，挺好，装修的不错。哎，什么呀，谁问你装修了？我喜欢那儿啊。啊，嗯，苏杭我也喜欢。苏杭出美女。苏杭出美女。 对， 对，是吧？是。还有盛芳。盛芳，河北省霸州旁边盛芳出什么呀？盛芳出美女和螃蟹，这不挨着。嗯，还有这个，湖南，湖南美女甲天下，哪有这词儿啊？我很喜欢，大好河山，山河壮丽嘛。您出去就这点事儿了吧？旅游嘛，陶冶情操嘛。什么呀？您这是怎么陶冶情操？哪儿都去了。嗯，国内由南到北，犄角旮旯都去过了。您说说，云南你去过没有？云南我没去过。你看看云南都没去过、嗯、是你都多余活着，真的、哎、怎么了？我没去过云南我就不活了。云南值得看呢、啊、是吗？少数民族很多，对，风光秀丽，好看。走到云南的街上心旷神怡呀、啊、哦，噔噔了噔滴噔滴个滴个噔滴个滴个噔，什么音乐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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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哼这音乐。噔噔噔噔，这非哼哼完了是怎么的？嗨，哪有这么结局？他们老给拍着，你不哼完不合适。谁给你拍着了啊？别哼哼这音乐。我喜欢、啊、我就喜欢昆明。是吗？喜欢云南。哦，走到云南街上、嗯、这儿过来俩姑娘。嗯嗯，您看跳舞的吗？舞蹈干嘛呀？什么舞蹈？还问细致。民族舞。哦，嗯，北京有。那是不穿衣服的您看吗？嗯，不穿衣服我知道你是哪民族的。哎，嗨，那倒是没有特点了。我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你？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对，要不你也想不出来。我才不看呢。嗯，还要钱、嗯、主要是为要钱是吧？讨厌嘛，你讨厌了、啊，看吧，走到街上，少数民族、嗯、哦，当地那叫嗯傣族的，是傣族的，嗯，傣族的，傣跟傣不一样啊，嗨，这地方不通用啊，对吗？这傣族，傣哈，傣，你确认啊？嗯、肯定、嗯，当地都是那个傣人，你知道吗？嗨，一个好人都没有了。你说的吗？傣族人呢？一气儿都得傣族了是吗？那就剩不下什么，分两回不行啊？什么呀，傣族人，族人、啊、都是傣族人。他们当地人，他们没事就拿水泼人，你知道吗？泼水泼的精湿的，是把我也泼湿了啊！我张嘴就骂街，是吧？嗨，没素质了啊！怎么呢？泼水节泼着您是对您的祝福，用开水祝福。您这是给那两盆红烧肉的故事做准备呢？您这废话，有用开水泼的吗？这耳朵滴着够枪毙三分钟的，知道吗？不至于，哪那么大罪过？讨厌，你哪懂得这个去？就说这个意思，风光秀丽嘛。啊，喜欢我哪儿都去。还去哪儿了？港澳台。哦，那儿也去了。港澳台我最喜欢了。啊、哦，香港我最近准备来一趟。哦，还去？嗯，我挺喜欢上香港的。怎么呢？尤其有一个地儿我一直没去过，去好几回没赶上。哪儿啊？就是那个米老鼠、唐老鸭那公园、哦，那个比基尼公园。是，嘿。我一直我也没去过，咱实话实说，是呢，我挺纳闷，那地到底什么样儿？行行，那地方别去了，嗯、那地方管得紧着呢。那地方，我买票，哪有卖票的呀？怎么没卖票呢？那叫迪斯尼乐园，知道吗？你这翻译过来的？什么翻译啊？压根儿就这名。有一个比基尼啊？有啊，那三点式那是。
太危险了，差点掉到裤衩里头。嗨，悬了这事儿。对，这哪大胖子裤衩您能掉进去？揽着松紧带上了。嗨，没听说过。比不是迪士尼，迪士尼，哎，对，迪士尼，嗯，我得去一趟。啊，台湾，我得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啊，哪儿都行。嗯，日月潭。哦，有，风光秀丽。对，我得上那儿日月潭呢。啊，我得带点止咳糖浆上那儿卖去。干嘛呀？我走了就没痰了。嗯，您上那儿化痰去了，反正。嗯，哎，还有一个那个澎湖湾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当初有一个唱歌的艺术家。谁？刘文正。哦。刘文正啊，对，张文顺、李文山、王文昭，什么呀？啊，人不跟说相声的排字儿，知道吗？文字的吗？什么文字？人叫刘文正，他唱的那歌都知道，叫《姥姥的澎湖湾》。嗨，外婆的那不一样吗？那也说外婆，很好听，是吗？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是这味儿。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，行了，滴个滴个当，行了，当当啷当啷滴当，别拍了，这完不了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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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滴个当，嘚了，就到这吧。我今儿刚知道，《西游记》插曲刘文正唱的，感觉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是吗？喜欢这个地方啊。嗯，还有这个闹门，您都快挠门了吧？您都澳门哈？是，我得上那儿赌博去，啊，那儿有赌场，我上那儿跟他们扎金花去。人那玩这个吗？啊，那屋比这大，啊，一圈灯管。谁说的？我跟谁赌呢？啊，我得找一帮黑社会的吧，跟他们赌。我们都穿上西装，打领带，呵，站好了，弄一墨镜，啊，一人后边站40人，嚯，正当中搁一桌子，啊，这站一大姐，穿一旗袍，是这气儿得开的嘎吱窝，配俩门帘子，这是还给我们发牌吗？啊，还要吗？这不要了，不要，我嘿。都粘一块了，还要什么呀？这个自来水还挺方便。嘿，我们跟这儿，我们豪赌，啊，啊，来，嗯嗯嗯，对，嗯，嗨，哎呀，行了，嗯，两波黑社会跟这儿猜拳呢。我好啊，这一把10块钱都是我的，知道吗？您也没见过什么，这些个还都是国内的旅游，哦，最好是出国。啊，您喜欢出国？我还行，我主要我喜欢吃西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出国合适。这手刀，这手叉，对，做好了啊，嗯嗯嗯，摆齐了，上，快点来，嗯嗯，牛肉饼切吧，饼切开了，里边有鸡蛋，哦，鸡蛋是灌进去的，知道吗？搁生菜，抹辣酱，是吧？您拿着刀叉上国外吃鸡蛋灌饼去了，丢人丢大了，您这快上面包，国酱，嚯，哦。鱼子，哎呀，糖蒜，快来蒜，您这什么搭配啊？这是吃完出去旅游去，啊，哪儿我都喜欢。哦，美国你去过吗？我没去过，死去吧！凭什么呀？我怎么老死去？美国都没去过，您去过？应该看一看，是吗？美国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，什么呀？叫自由女神镜，是，嗯，神经，人家没病，没病老跟那儿站着，人这不是雕像，拿着一个火把，对。拿本书，哎，你说你不佩服人行吗？怎么了？人家意义很深远啊。怎么说呢？停电了也得上课。哎，什么呀？这太乱了，压根儿也没那意思。有吗？没有。对，应该去看一看啊。看看。还有这个西班牙，你去过吗？那就是看斗牛。对呀，嗯，比这屋还大了。又来了。一圈灯管啊，嗯，啊，哪有灯管啊？有灯管吗？没有灯管。那儿一开门，牛就出来了。是啊，放音乐，噔噔噔，滴噔滴个滴个噔，滴个滴个噔，当当当当当滴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跑出一牛来，跑出一猪来，这是牛嘛？牛怎么这音乐呀？跑出一牛来，这边站着一个斗牛士，他就哦，拿着一个布，对，跟这儿挡着，哎，两边可有帮忙的啊。是，哎，这活一个人不行啊。对，他不是一个人，嗯。他不是一个人，在这别嚷了，
这压根儿这不挨着。哎，有一姓黄的小子说过这个，哪儿想起来的？跟这等着，牛一过来，这儿一抖啊，嗯，啪，对，旁边这个伙计还搭茬呢，说掌柜的，别让了，再让就赔了。嗨，不要拿一装再来这一装，啊、装装、啊，别唱了，说相声上那说卖布头去了是吗？热闹吗？不说这个，旅游吗？嗯，还有这个埃及。埃及好、啊、埃及我不是特别喜欢，怎么呢？我觉得他们歧视妇女。怎么歧视妇女？还有一个狮身人面像，啊，那都狮身了你还骂人家面是吧？对，哪有这意思，没跑了你知道吗？这好，这流氓心态您还真了解。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跟我学的。哎，另外去埃及可以买一些土特产回来。什么土特产？木乃伊。木乃伊是土特产啊，都拿白布缠好了，你看你来多少，来一斤来多少都行。哪有切着卖的呀？这个整个都整个论份的，这我扛回俩来搁在潘家园，你说这发财了吧、啊、您怎么老爹上潘家园卖东西去？我跟那儿熟。是上次您俩兵马俑就那儿卖的。对，你说我这扛出几个来合适吗？不合适。怎么呢？那也有数。哦，晚上还点数呢。啊，这太高科技了。见过什么、哦、晚上跟这点数，67到、啊、到68到、哦、69呀、啊、这不光69 69 70 71都在这儿呢。对，不少呢、嗯、别让我费事，自己回埃及。上哪儿上埃及？快没车了。这合适啊？合什么事啊？我扛出俩来他那就空了是吧？那可不是吗？我把你跟你爸爸拿白布缠好了，搁在那儿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怎么呢？我跟我爸爸在兵马俑那儿站着呢。自己说完都忘了。要没听过那段，谁知道你说的是？我们这都是上下本的。对，还有这个泰国，泰国就差着了。怎么呢？嗯，我们那个有个相声的艺术家、范振钰先生。哦，去泰国旅游，是刚一到那儿就当地发生政变了，哟，给他弄起来了。因为什么？说要让他当娘娘是怎么？啊，太不开眼了，这泰国人还没放回来呢，正研究着呢。甭研究了，嗯，还没回来呢。哎，法国你去过吗？我没去过。你还不死去？我凭什么？我怎么老死去啊？你法国应该去，是吗？尤其姑娘们得去。哦，那是一个那个嗯浪点慢的城市，不是嗯。慢点慢点浪，不是您去人浪的就快了、嗯、挺讨厌的。说废话，那叫浪漫的国家。浪漫的一个国家。对，尤其巴黎。是啊，巴黎挺好哈、嗯、巴黎美女斩天下嘛。又来了，还是干那个去了。到巴黎去想着买点衣服、哎、巴黎的服装好，世界文明。对对，去跟你们说哪儿买知道吗？您知道巴黎有一个动物园，动物园对面是批发，去了早点去得会说 啊我拿货。这都去过，这都上去去哪儿？都去过北京动物园，这是巴黎动物园吗？啊，还有凯旋门。有，我准备把它租过来干嘛用？我把那头砌上，我在里边烧砖，改砖窑了。嗯，小景德镇嘛。谁给起名字了？小景德。另外巴黎一定要去那个艺术气息很浓的地方。哪儿啊？卢主公。呵，这里得多骚气啊！这里头，卢浮宫好不好？我这翻译完了之后没有，就叫卢浮宫、啊，里边都是画。是啊，齐白石的居多。谁跟你说的？画一白菜，啊，画一萝卜，画一茄子，画一颗白菜好几十万。是哪儿说理去？嗯，画颗白菜好几十万。嗯，这要画一个新发地菜市场啊？啊，画菜市场干嘛呀？齐白石了不得了。白菜、萝卜、茄子、黄瓜，嗯，鸡蛋、西红柿，鸡蛋、韭菜，啊，羊肉白菜、羊肉西葫芦，齐白石净画馅儿，合着没皮儿，这个抽象吗？抽什么象啊？抽风呢？不是不是，抽吧，是吧？是、嗯、很好啊、嗯，没事出去玩去，别净跟家待着，是齁闷得很的啊。转一转、嗯，出去有汽车、有轮船、有飞机，对，飞着去好一点，快。快，最好坐头等舱。怎么呢？有头等舱舒服啊。哦，款式。我这么些年，无论到哪儿，我都是坐头等舱。那好，除非他们把我轰出来、嗯、啊。那您就没坐过头等舱？谁说的？我总坐、嗯、那儿买票，随便买，没人限制，是吗？那儿写着头等舱，嗯，商务舱、经济舱，
站票这都有。站票都飞机上对都还站着。嗯，早去啊，嗯，要出门早去。机场挺不讲理的，怎么你去晚了一分钟都不让你进？哦，他有毛病，给你搁那三年，跟玩的似的。也没有搁三年的，这个、嗯、早点去、嗯，去了因为要过安检，安全检查。对，你要说你开着坦克抱着机关枪，你过不去。废话，干嘛用、啊？早去跟那排队、嗯、等着，自己把衣裳扣都解开，等着看。啊、跟安检大门那儿这么亮的。对呀、啊，省人省事，你解开了，人一会儿过来给你把裤子吞了。哎呵。还给脱裤子 啊！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我于老师还带着狼牙棒呢。对，没带。那在哪儿啊？就说没有带这个，就不许上飞机托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国安安检，都过去，人有服务员。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别挤，有大座啊，都有大座。嗯，改小公共了，这就。嗯，坐好了，最好坐坐头一排嘛，第一排，头等舱嘛，这坐好了。服务很周到，是，而有空姐过来，嗯、空姐知道吧？知道。哎、嗯，我舅舅就是空姐，是啊。什么呀？干多少年了？是什么？您舅舅男的女的？像女的，嗯。像女的，像话。你就坐着吧，啊、你坐好了，空姐端盆热水过来，干嘛？来，先烫脚。啊？这坐倒了行似的，这。对，你要说抽烟那儿就给你卷卷一根，来给。现卷大炮。我说等着，头等舱很好。什么好？哎，有时你坐着坐着，他喊你，嗯、啊，劳驾几位下去。干嘛？给推一下去，啊？打不着了，飞机还出这毛病？都下一块推吧。啊，当当当滴当，里个里个当，里个里个当，当当当当当滴当，当个当当呜。我们怎么办？哎，嗨，落下一位。怎么这样呢？怎么样？走了，等着吧，别动啊，原地别动啊。干嘛呀？第二辆备用的飞机就来了。还有一个，他有都有备用的来了。嗯，上去吧。嗯，这一般备用的就差着了，不怎么样啊。坐这儿，嗯，安全带是两根绳子，绳子头，两根麻绳。嗨，空姐还说系上，系上，还系？哦，不系呢。嗯，不系也行。嗯，你比飞机早到机场。哎、呵，系上吧。嗯，行，也不至于系这么些扣，这个行了。系四十多个大死疙瘩，勒死了。飞机起来了，啊，坐着吧。嗯，二十分钟，空姐过来了，啊，都解开，都解开。干嘛呀？跳伞。哎，嚯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？啊，没有解开呀。是那个驾驶员喝多了，打窗户下去了。好嘛，什么飞机这？那开开窗户往下踢，一个一个的踹下去。我就怕这个。嗯，我老怕下去降落伞打不开。那是害怕。哎呀，所有人都打开了，不错，除了我这个，嗯，啊。您这没打开，我下去这快呀！啊，是，别人还跟那儿，我都到这儿了，不兜风了吗？这不要亲命了吗？啊，打地上蹭，怎么上来一女的？怎么回事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啊，我打天上往下来，他打地上往上走。哦，在空中二马一错蹬，我赶紧问他，问会修降落伞吗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不会。啊，你会修煤气罐吗？蹦上去的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水平有限，嗯，大伙儿愿意听呢，我们也愿意多说一点。是啊，嗯，一块儿合作很多年了。对，于老师人很好，又来了。是吧？嗯，我听这话瘆得很。现在我给人刺就刺在这儿了。怎么呢？怎么着也不行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台下他没这么些事儿，一上台高度紧张，老怕吃亏。我这没少吃亏，这个还我倒没往心里去过。是，对呀，您净挤得我了吗？平时没事，其实我们哥俩最好。对，一块儿吃饭呐，聊天啊，喝茶呀，是看书什么的。嗯，因为作为演员来说，应该是多看点书。这算是学习。就是嘛，嗯，学无止境，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，老得学。我们尤其是对传统的文化这方面的书籍看得多，比较感兴趣的，比如说最感兴趣的，嗯，四大名著。哦，这您哎都知道吧？是是是，啊，三国，嗯，话说北京啊，啊，郭德纲相声选啊，哦，郭德纲单口相声集，藏秘排油那说明书算不算？啊，什么都算。藏秘排油，嗯，忘了。你说的是那个？嗨，什么？你别摆这姿势了，这就
啊，是吗？满大街大汽车都有。有吗？有。你还不说我还忘了。他们最近也不重播了。对，你想太让我失望了。这讨厌啊，捣乱啊。废话，那不因为这个四大名著啊，这个名著，四大名著啊，大伙都知道。嗯，这个三国，嗯，三国都知道，是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。这您说那是亚洲三小龙是吧、嗯、三国魏蜀吴，魏蜀吴，这还有河北省方言，这里头哪儿有啊？那魏蜀吴，谁说魏蜀吴？你刚说的魏蜀吴。我说魏蜀吴啊，魏蜀吴。哎，你这个嘴有毛病啊。谁嘴有毛病？我怀疑您老家是那地方呢。讨厌，这是三国，红楼梦。对，红楼梦都知道、嗯、啊，这个林黛玉啊，贾宝玉啊，是因为这个书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很熟悉。对，曲艺的很多节目都有，有这唱段啊。你看《京韵大鼓》有这个，嗯啊，叫哭黛玉啊，有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这个西河大鼓啊，单弦插曲、梅花都有这个，是很多演员也都爱看这本书。嗯，一个后台有叫高峰的，高峰就是刚才这站这儿说这个。嗯，山里红这大个儿，阴阳五行，阴阳五行，他最爱看这个《红楼梦》，坐到后台一天到晚的看。其实他的节目在后台来说应该是第二个。哦，为什么经常排的倒数第二呢？为什么？跟后台看《红楼梦》。嗯，到你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往后调一场。不上，就这样看着，嗯，看着跟着哭啊，跟着哭。哎呀，晴雯给赶出去了，哭。哎呀，乔姐卖了，哭。替古人担忧，这些日坐后台，天天的眼泪哗哗的。嗯、我说你疯了、嗯，你还打算干不打算干？是、啊，打陈小旭一死就不打算干了。嗨、嗯，啊，想的太多了。高峰两口子都爱看《红楼梦》，是吗？尤其他媳妇儿，嗯，哎呀，真好，羡慕曹雪芹。哦，我也要学着写，是按照自己的经历，嗯啊，照着《红楼梦》写了一个《青楼梦》。嗯、青楼梦。他媳妇干什么呢？他媳妇你管那个去了是吧？是我看书就行了。色儿不一样啊，这是什么色儿啊？啊，还有这个《水浒》四大名著，哦、才水泊梁山，对，108员好汉。嗯，后台还有一个演员爱看谁呀、啊？李菁，李菁喜欢我师弟，大伙都知道，脾气慢，是不爱着急。嗯，但是他喜欢看《水浒》，是吗？学英雄侠义，哦，没事自个儿也说，我就喜欢武松，我还得跟武松学。学吧，做一英雄，跟家看，天天看，嗯、看着半截一推门，媳妇儿进来了、哦，眼泪哗哗的，哭，怎么了？嗯、我刚刚才坐公交车、遇见流氓了，嗨，有流氓伸手摸我啊，你打他了吗？没有，那哪打？你喊了吗？没有，你看，嗯、你这就是姑息犯罪，知道吗？怎么？你不能这样，嗯，该喊喊，该骂骂，大声的喊出来，有好人帮助你，知道吗？这倒是，你看《水浒》不就这样吗？嗯 嗯, 嗯，媳妇真听话、嗯，转天坐公交车，一上车来四个流氓哈。哇、跟他媳妇过去，伸手摸着媳妇，媳妇一琢磨，我刚听完我丈夫教诲，我喊吧，喊出来，太爽了！什么呀？把实话喊出来了，这个看《水浒》多长知识哈！《水浒》里面《金瓶梅》里才有这个呢，知道吗？当然了，四大名著里边，我觉着，最受欢迎的可能是《西游记》。啊，通俗易懂，都知道，孩子们爱看。对，电视剧每年都重播，对，多好啊！我觉得它其实很人性，是吗？虽然说写的是妖魔鬼怪，但是其实说的就是人的影射。你看唐僧跟猪八戒，其实就很像父子俩，爷儿俩的关系。猪八戒 啊，说瞎话，贪嘴，嗯、不干活，懒，毛病都有。对，唐僧最喜欢他，这溺爱、啊、宠着他，就好像父子爷俩似的。对，有一个小章节很有人情味儿。怎么说呢？猪八戒问唐僧：“嗯，师父，我是世上最丑的吗？嗯，是丑的都不行了吗？唐僧呢？是再也没有比我丑的了吗？是。唐僧眼泪下来了，哭了。孩子，我不能说呀、啊，你去问一下观音菩萨吧。观音大士。猪八戒问观音去了，打观音那儿出来，兴高采烈，连窜带蹦。哦，师父，啊，于谦是谁呀、啊？提我干嘛？